要泼脚，现在上火了，很多都有硬火。这一盘是各种生的口味，然后稍微混一起了，热了一下，看这个大黄像鸡蛋黄一样。我渴了，它现在太肥了，不好往外拽。这个部位可以给它拽掉啊。这里是储存粘液的地方，然后吃的话它会有点苦，不好吃。